你呢？结婚吗？听他们说，你在这一带找了我好久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找我的时候，是不是一直叫我站住？啊？我被绑在地窖的时候，总能听见你好像在喊我，然后叫我站住。案子也结了，事也了了，你怎么打算的？还当警察吗？这个案子了了，还有别的案子。宁江总需要我们守护。其实老头，你还是穿警服的时候最帅。你以后再出去办案子的时候，多给年轻人点机会，别老自己冲在前面。我跟录像厅交代过了，以后你要找什么袋子，直接找他们就行了。什么袋子都能找到。咖啡厅，我转给丽丽了。我也交代了，以后你们的人去喝咖啡一律打折。他不是还有个花店吗？他说以后你们谁结婚，花他全包了。哦。你呢？结婚吗？还能给你找花童呢，免费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睡得好吗？最近两个整觉，不能再熬夜了，对身体不好。心脏不好，都这么大了，实在不行，找个人照顾你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清明节一过，天就暖和了，我最喜欢春天了。我要在我最喜欢的季节去做我最想做的事儿。我在问你话呢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要去云南了。客栈，开客栈。嗯。回来吗？什么时候回？我想把这座城市忘了，把八年前的事情忘了，看看顺带脚能不能把你也忘。老头，你会来云南找我吗？你也没说云南哪儿。你是警察呀。走了，小雨。小雨，站住！